放四个人，然后唱哪里哦？然后四个人，第一个杨东林，第二个蔡成龙，第三个许常德老师，第四个姚文老师。哦，等一下，杨东林、蔡成龙、阿德老师、雅文老师。哎，雅文老师十月份有个十月十七、十八叠台中，爱不断，爱不断，爱演唱会哦，真的。所以你真的要模仿他吗？真的真的，好厉害的是第三个许常德老师，没关系，你先模仿我们听听看。同一首歌《雅丽欧》，然后唱出四个人的唱腔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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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okay, 那顺序就是这样哦，好不好？好嘞，老师，请下音乐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认真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这是杨通林啊，杨通林，苦不着辛苦。蔡成荣。什么苦涩叫我哭？阿德老师，那个压力哦，压力哦，不只去就压力哦，是否也着吃苦了苦？你就也着快乐。雅文老师。